间带来关心新闻焦点。国民党立委爆料，指总统府方庆破桥24亿预算，府方出面驳斥，并要中国时报为不负责报道道歉。伊拉克与伊朗边境7.3强震，已知超过500人死亡，7000多人受伤。MSCI 半年度权重调整，台股连续两季获得双升。外面报道，脸书在中国被禁，但却成为中共对海外宣传的重要工具。更详细新闻内容，请锁定《新唐人亚太晚间》8点新闻。